新的一场战争即将开始。寡人需要一个能手握刀剑的人，只不过如今他还沉睡在摇篮里。我拿刀是想救人，不过我那个哥哥想杀我，你让他亲自拿着刀来。继承斩铁剑的人就应该去守护更多的人。最终能成就英雄的是他的那颗心。依然在。这世界很酷。